参谋，参谋。买车这种事，你叔叔经验足，你应该找他给你参谋。买车这种事，你叔叔经验足，你应该找他给你参谋。残忍，残忍。你不觉得将小动物关进笼子里很残忍吗？你不觉得将小动物关进笼子里很残忍吗？参照，参照。你可以参照这本书来写你的论文。你可以参照这本书来写你的论文。仓，仓。我买的是经济舱，请问如何升舱？我买的是经济舱，请问如何升舱？苍白，苍白。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是不是病了？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是不是病了？仓促，仓促。你们认识才三个月就要结婚，是不是太仓促了？你们认识才三个月就要结婚，是不是太仓促了？仓库，仓库。由于市场不景气，仓库里积压着不少没卖出去的货物。由于市场不景气，仓库里积压着不少没卖出去的货物。草案，草案。在这项草案成为法律之前，它必须获得参议院和总统的批准。在这项草案成为法律之前，他必须获得参议院和总统的批准。操劳，操劳。为了这个家，母亲操劳了一生。为了这个家，母亲操劳了一生。操练，操练。反复操练这些句型数月后，我的表达能力大大提高。反复操练这些句型数月后，我的表达能力大大提高。草率，草率。他做事太草率，不能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。他做事太草率，不能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。嘈杂，嘈杂。这家饭店嘈杂的叫人头疼。这家饭店嘈杂的叫人头疼。操纵，操纵。这次选举肯定有人暗中操纵。这次选举肯定有人暗中操纵。操作，操作。有谁会操作这台机器？有谁会操作这台机器？策划，策划。这次袭击一定是预先策划好的。
这次袭击一定是预先策划好的。测量，测量。护士正在给病人测量体温。护士正在给病人测量体温。策略，策略。这个营销策略效果不佳，需要改进。这个营销策略效果不佳，需要改进。侧面，侧面。我从侧面了解到他家的经济状况不太好。我从侧面了解到他家的经济状况不太好。层出不穷，层出不穷。近年来，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。近年来，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。层次，层次。老师说，我的文章层次不清。老师说，我的文章层次不清。差，差。每次跟他提这件事，他就岔开话题。每次跟他提这件事，他就岔开话题。查获，查获。警察从他家查获了大量的毒品。警察从他家查获了大量的毒品。差距，差距。许多国家都在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。许多国家都在面临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。刹那，刹那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以为我在做梦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以为我在做梦。诧异，诧异。面对这么大的挑战，他没有退缩，这令我很诧异。面对这么大的挑战，他没有退缩，这令我很诧异。柴油，柴油。这辆卡车是烧柴油的。这辆卡车是烧柴油的。掺，掺。你腿脚不方便，我搀你上楼吧。你腿脚不方便，我搀你上楼吧。馋，馋。一段时间不吃辣的，我就馋。一段时间不吃辣的，我就馋。颤抖，颤抖。每次上台讲话，我都紧张的声音颤抖。每次上台讲话，我都紧张的声音颤抖。缠绕，缠绕。我看见一条蛇缠绕在树枝上。我看见一条蛇缠绕在树枝上。阐述，阐述。
关于这个话题，你能详细阐述一下你的观点吗？关于这个话题，你能详细阐述一下你的观点吗？产业，产业。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本产业。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本产业。倡导，倡导。中国在倡导节约粮食，杜绝浪费。中国在倡导节约粮食，杜绝浪费。场合，场合。这种场合你不能穿得太随便。这种场合你不能穿得太随便。偿还，偿还。银行的贷款应按期偿还。银行的贷款应按期偿还。敞开，敞开。他敞开心扉和我谈了他真实的想法。他敞开心扉和我谈了他真实的想法。猖狂，猖狂。这小偷太猖狂了，竟敢在大白天偷东西。这小偷太猖狂了，竟敢在大白天偷东西。场面，场面。每次看到电影中感人的场面，我都忍不住流泪。每次看到电影中感人的场面，我都忍不住流泪。常年，常年。因常年在外打工，他们很少跟孩子见面。因常年在外打工，他们很少跟孩子见面。昌盛，昌盛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更加繁荣昌盛了。尝试，尝试。我尝试过很多减肥的方法，但效果都不佳。我尝试过很多减肥的方法，但效果都不佳。场所，场所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。畅通，畅通。在交警的指挥下，堵塞的交通很快就畅通了。在交警的指挥下，堵塞的交通很快就畅通了。常务，常务。新上任的常务董事很能干。新上任的常务董事很能干。畅销，畅销。这么贵的手机为什么会如此畅销？这么贵的手机为什么会如此畅销？倡议，倡议。这个倡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。
这个倡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。超级，超级。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。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。潮流，潮流。他对婚姻的看法有点不符合时代潮流。他对婚姻的看法有点不符合时代潮流。钞票，钞票。这张钞票是假的。这张钞票是假的。潮湿，潮湿。这里的冬天不仅冷，还很潮湿。这里的冬天不仅冷，还很潮湿。嘲笑，嘲笑。我怕说错了，会被人嘲笑。我怕说错了会被人嘲笑。超越，超越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接受挑战并超越自我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接受挑战并超越自我。撤退，撤退。伤亡太大，我们不得不撤退。伤亡太大，我们不得不撤退。撤销，撤销。他们决定撤销对那家公司的指控，在庭外和解。他们决定撤销对那家公司的指控，在庭外和解。沉淀，沉淀。杂志沉淀后，水变清了。杂志沉淀后，水变清了。成就，成就。我们不要被陈旧的思想所束缚。我们不要被陈旧的思想所束缚。陈列，陈列。货架上陈列着各种品牌的照相机。货架上陈列着各种品牌的照相机。沉闷，沉闷。会议室的气氛沉闷的令人无法忍受。会议室的气氛沉闷的令人无法忍受。陈述，陈述。证人向法庭陈述了事情的经过。证人向法庭陈述了事情的经过。沉思，沉思。他手托下巴，陷入了沉思。他手托下巴，陷入了沉思。称心如意，称心如意。大学刚毕业，他就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。大学刚毕业，他就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。
沉重，沉重。一想到未来，我的心情就很沉重。一想到未来，我的心情就很沉重。沉着，沉着。他这个人一向沉着，遇事从不慌张。他这个人一向沉着，遇事从不慌张。成，成。请给我来一杯橙汁。请给我来一杯橙汁。成，成。麻烦帮我盛一碗饭，但不要太满。麻烦帮我盛一碗饭，但不要太满。秤，秤。这个秤好像不太准。这个秤好像不太准。承办，承办。我们酒店承办各种宴会。我们酒店承办各种宴会。承包，承包。他把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了许多小公司。他把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了许多小公司。城堡，城堡。你家的房子又大又豪华，跟城堡一样。你家的房子又大又豪华，跟城堡一样。成本，成本。这款产品成本太高，根本没有利润空间。这款产品成本太高，根本没有利润空间。惩罚，惩罚。贪官们早晚会受到惩罚。贪官们早晚会受到惩罚。称号，称号。世界冠军这个称号，他当之无愧。世界冠军这个称号，他当之无愧。成交，成交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我们以单价10元的价格成交了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我们以单价10元的价格成交了。承诺，承诺。卖家承诺7天之内无条件退换货。卖家承诺7天之内无条件退换货。澄清，澄清。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。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澄清了。成天，成天。这对夫妻成天为了一些小事闹别扭。这对夫妻成天为了一些小事闹别扭。乘务员，乘务员。这个乘务员态度恶劣，我要投诉他。
这个乘务员态度恶劣，我要投诉他。呈现，呈现。从全球手机市场来看，整体销量依然呈现下滑趋势。从全球手机市场来看，整体销量依然呈现下滑趋势。成效，成效。我们的努力总算取得成效了。我们的努力总算取得成效了。诚心，诚心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诚心让你难堪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诚心让你难堪的。成员，成员。董事会成员一致反对这项提议。董事会成员一致反对这项提议。惩治，惩治。请帮我向他转达我诚挚的谢意。请帮我向他转达我诚挚的谢意。赤道，赤道。一般来说，离赤道越近，气温越高。一般来说，离赤道越近，气温越高。迟缓，迟缓。项目进度过于迟缓，客户对此表示极度不满。项目进度过于迟缓，客户对此表示极度不满。持久，持久。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会持久的。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会持久的。吃苦，吃苦。老一辈人总爱抱怨，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。老一辈人总爱抱怨，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。吃力，吃力。我跑平地还行，跑上坡就有点吃力了。我跑平地还行，跑上坡就有点吃力了。池塘，池塘。由于久旱不雨，许多池塘都干涸了。由于久旱不雨，许多池塘都干涸了。迟疑，迟疑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答应了我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答应了我。赤字，赤字。这个国家今年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。这个国家今年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。崇拜，崇拜。不要盲目崇拜偶像和权威。不要盲目崇拜偶像和权威。充当，充当。
我不懂法语，你今天能充当一下我的翻译吗？我不懂法语，你今天能充当一下我的翻译吗？重叠，重叠。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有些重叠。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有些重叠。冲动，冲动。他一时冲动买了辆昂贵的跑车。他一时冲动买了辆昂贵的跑车。崇高，崇高。年轻人要树立崇高的理想。年轻人要树立崇高的理想。冲击，冲击。出口关税的增加给外贸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出口关税的增加给外贸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。崇敬，崇敬。那些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人永远值得人民的崇敬。那些为人民利益献身的人永远值得人民的崇敬。充沛，充沛。一觉醒来，我觉得精力充沛。一觉醒来，我觉得精力充沛。充实，充实。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来充实自己。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来充实自己。冲突，冲突。他们俩因一点小事起了冲突。他们俩因一点小事起了冲突。